请歌坛浪子王杰。王杰，王杰。
前两天因为我真的搞不清楚到底是叫黄河还是怎么样，但是我心里面是真的很喜欢的，所以呢我觉得我好羡慕万州的朋友，你们可以住在这边，而且你们可以很骄傲很大声地告诉人家我的万州是最美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我是一个很粗枝大叶的人，那么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呢，因为很容易相信别人的。那前几天呢，因为我的眼睛这个不知为什么长了一颗痣，我的朋友就给了我一瓶药，小小的，他说你把这个点在那颗痣那边，点多一点，点了那颗痣就会不见，我还真照做了，结果把我痛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疤呢，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好，我下次都要来相信。所以没关系，反正我真的很感谢红星美凯莲，因为我帮他们一起做过这种晚会节目很多很多次，那么我也真是非常感谢红星美凯莲，然后每一次都找我来帮忙，来跟大家唱歌给大家听。接下来我唱首歌比较浪漫一点点的。我也蛮喜欢这首歌，我觉得尤其这首歌，你如果走在这个江边唱的话，晚上的感觉是很浪漫。如果是对多一个人的话，也是很好的。叫做未来龚医生，谢谢大家。我真的很爱你。
真的很可爱，而且每个都给我的感觉很热情，也很善良。那么，我真的希望我自己站在窗台的时候，告诉自己，我自己有机会会偷偷的跑过来玩。我也会推荐我很多朋友过来这边玩。那么，希望我们自己万州的朋友能够住在这边，一直保持着爱护这边，希望一年比一年更好。那么。也希望每个人都要爱护这个城市，看到一个垃圾都要把汽水捡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那么大家要记得，如果等一下散场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听从我们警察先生跟保安先生他们的一个指挥，然后尤其要照顾好你身边如果有抱小朋友的，旁边的人也要帮他们保护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快快乐乐的出来，平平安安的回家。那么最后一首歌来唱给大家的是。你们也可以唱的，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因为你们的声音可以从我的话筒传到我耳机里面，我站在舞台上面，我是会很感动的。最后用这首歌送给大家，代表我爱你，好吧？只有用这首歌来送给你们，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谢谢。